次教招也以实兵实装的方式，让各位在防卫作战中处置各种战斗状况。我们的原则就是就地动员，就地作战，让每一位参加教招的人都有能力守护自己的家园。这次有14位女性退伍士官兵自愿参加教招，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。有位女上兵也说，有国才有家，所以今天就是来保家卫国。台湾身处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沿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让世界看到不分性别守护国家的决心。